新浪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邓超，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今年其实也是这个微博的十周年，想知道超哥觉得这十年来玩微博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我觉得其实微博一直在，所以说为什么微博有魅力，它就是一直跟随着我们所有人的喜好习惯，然后还有我们国家的发展一直在不停的变化。然后我进微博比较晚，没想到玩的还那么好，没有，就开玩笑。所以我也是在我这种比较固化的开始不是第一时间开微博的人，然后到微博里面就像进入了鱼进入了海洋一样，觉得哇，很好玩，很有意思，然后让我学到了很多，然后也见识了很多，也结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儿。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微博的功能？微博的功能，小号吗？啊？有小号？我怎么可能？我都是微博 king， 不会有。那唱歌如果回顾一下自己的十年前，想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什么？没什么可说的，没什么可说的。我觉得那一刻一定也是最好的自己。努力的自己就可以了。思考了这么久，是记不起自己十年前在干嘛了吗？对，记性不好。你这太远了，十年前我应该还没有进入大学。那其实超哥有很多玩梗的微博嘛，然后比如说有的是自夸的，然后像你会希望网友就顺着你的思路去夸你吗？还是说喜欢他们怼你呢？就更喜欢哪种方式？其实你发每一篇东西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其实当你在就像你说的在自夸的时候，确实跟他们喜欢打成一片，然后看他们的留言，然后看那种精彩的留言，你又喜欢跟他再互相再聊上几句。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原来做喜剧，然后你觉得你不知道未来你会在电影院里和哪一位陌生的观众，就是你也不认识然后和他相互取暖拥抱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就像开始有的时候熬夜，然后有的时候睡不着，也很晚的时候，你会随便发个在吗？有很多人说在，要干嘛？或者说聊聊美食，有的时候聊聊家人，聊聊孩子。我是觉得能在微博上认识很多不同境遇的朋友们。那种感觉很美好。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微博评论，或者说网友发的东西？今年哇，太多了吧。我其实有一个微博一直没发，我借这个平台也挺好，就是林更新太丑了。对，那张照片我得找找，就前段时间跟在上海跟我打了一场球。然后他不是老夸自己是几亿少女的梦什么的，我觉得也确实是时候证明一下。更新。所以在今天微博这结束之前，我们能看见这张图吗？今天要发的太多了，刚刚在那儿说要发现场图，然后今天还有好多好多自拍，存了好多自拍。对，因为得给大家发福利嘛。所以今天有见到什么有趣的新朋友吗？新朋友啊，我是见到老朋友特别开心。我今天见到逸飞了，然后因为他也很少出来，然后来之前也问我你在吗，我说我在，然后也见到杨幂啊，这都是多久的老朋友们合作过。我今天算了一下，丽颖，然后郑爽，我跟郑爽也很久没见了。还有天爱。我发现好多好多我合作过的人都在，所以很感慨。就像你刚刚说的十年想说什么，十年就是就像和微博一起走过十年，你有很多很多的朋友，见证了很多很多的瞬间，也今天也看到很多的老朋友，
我们的前辈合作过的，然后没合作过的，还有我们那么多的可爱的孩子们，那么棒的孩子们，我看到，李现，就像我刚刚去颁奖的王一博、肖战、易烊千玺，我看到他们就觉得特别有朝气，对，超哥可以特别评价一下他们四个吗？哇，评价一下四个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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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不得了，对，我觉得尽快合作吧，对，尽快合作。那如果超哥就是明道导演拍部戏，把他们四个人都聚集在其中，觉得他们四个人可以分别演什么？这是一个，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演我，对，我觉得把他们放在一部戏里有点浪费，我觉得是这个资源我们一定要保护好。如果我要拍的话，我是分四部戏，或者和他们，让他们演我的哥哥。那超哥之前有在微博上发了，就是丽姐拍你的一段那个海中的视频嘛，然后你说像一首诗，所以是什么诗呢？一首没有音乐的诗，一首可以让人，你不觉得很逗吗？对，是有诗的简练和美感。对，对丽姐的拍照水平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什么想说的。对，100分吗？100分，你说什么都是。2019年感觉就超哥好像下半年活动就相对少了一些，是你自己放了一个小假？我不是放弃，因为我之前太忙了。对，我觉得我其实前段时间一直想给自己放假，也不是放假，我觉得说放假也我觉得得回去带孩子了。然后我太太也正好很忙，因为她之前带孩子也有2年，因为她带孩子我在外面拍戏，所以我们有一个不太，就这是我们俩的一个默契，家里总得有一个人，而且孩子长得太快了，我是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的那些瞬间，所以就，对。所以最近这个兰花指和劈叉哪个学得更好？兰花指和劈叉，对，现在脚趾也是五颜六色的，对。那个十五只小鸡的名字有了吗？什么？十五只小鸡的名字有了吗？太长了，太长了，已经送回农场了。对。那超哥会怎么评价2019年的自己？2019年的自己，2019年，我觉得《银河补习班》上映了，在工作当中，《银河补习班》的上映，让我又学习到了很多，而且让我觉得在导演的这条路上，如履薄冰，觉得要去。要去为4年级加油，然后很感谢2019，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，还有谢谢喜欢我的朋友对我的支持，对。2020年会有什么新作？正在筹备当中，很快会告诉大家。所以还是导演作品是吧？对。那作为演员的作品也有，对，2010年。2020年。